这个裤子如果洗衣机里面的话，肯定100%已经干了，现在还差一点点没有干，再晾一会儿吧。我身上的衣服已经干了。大家早上好，我是老叶，现在呢是上午时间的10点多了，这个地方它退房是12点钟吧，不是2点钟了。其实我现在最想要的就是我这个睡袋啊，不知道有没有干啊？你看我这个裤子到现在都没有干，那你想象一下，那个睡袋肯定是没有干的。刚刚呢，把所有的快递啊给拆了一下，这副眼镜呢是新的，这副是老的，就是它里面花了，很模糊了，所以买了一副新的。还有一些其他七七八八的吧，反正都放在这个里面了。我呢，大部分呢已经收拾好了。本来啊，我是打算在这个地方，就是这个宾馆啊，再住个几天吧。这里也挺安静的，就唯一的吵也就是飞机吧，一架起一架起这样的。我把这个窗户关了就没事了。再看一下吧，再等一下，等这个裤子干了，然后我就去外面找一下有没有什么合适的那个露营地啊。这个地方我晚上是拿这个风扇啊，整整的扇了一夜的。怎么说呢？说热也热，说不热也热。你把风扇开了嘛，有一点点的热；然后开着嘛，稍微有一点点的冷，就是不上不下。反正是最睡在外面是最好的。它这个地方啊，如果说你想要带空调那种宾馆啊，至少是200块钱以上，甚至是300、400这个样子才有空调，不然没有空调。我看了一下，有的100多块钱的，就是说它没有独卫的，独立卫生间它是没有的。这是我新买的防臭袜，我先试一下效果怎么样啊？买了7双还是6双啊？期待效果很香啊，穿上去。好了，装备收拾好了，现在一趟一趟的搬下去，应该得要两趟左右吧。这个很重很重啊，我把年糕啊什么的，一些酱啊全部放在这个里面了，好重好重啊。现在把这个装上车，有点费劲儿啊。这个充气枕头买来到现在没用过。哇，有点重啊！要了一份烧麦、羊肉、大葱的。这个是小菜，羊杂汤，来一点醋。味道还行啊，天哪，居然会这么好吃！从哪骑来的？浙江。啊？浙江。哎呦我天，我真佩服你们。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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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是玩。那也挺累啊，我一天骑15公里我都累不着。15公里很轻松啊，我这个重装我都觉得很轻松啊。我自己也在家玩儿，那是。哦，没有坡就还好。对。现在去把睡袋给拿了。飞机。我突然发现啊，这边的飞机，它的频率非常非常的高哦，可能就是因为这里是旅游的城市吧，就来的人很多很多。
我看到我的那个睡袋现在晾在外面了，搞不好没干，没干啊！哎呀，这得什么时候？这不完犊子了吗？这我估计到下午都干不了了。那看来今天肯定是走不了了，要么去找个小旅馆，要么就去找个公园。你看这个给修好了，之前破的什么样了，10块钱你看修好了。今天走不了了，那只能就到处的在市区逛逛吧。我在地图上看到前面几百米的地方有一家我喜欢喝的咖啡啊，去买一杯咖啡，然后坐一下消磨一下时间，然后稍微晚一点去找露营地吧。找好了之后今天就能买肉了。呼伦贝尔学院好像就在附近。哇，蜜雪冰城也有哎，在这找到了。这个咖啡啊，我说实话，从以前9.9块喝到现在的18.9块了。就是慢慢的涨价，这个我感觉已经就接近星巴克那种。如果再贵的话我就不喝了，可能偶尔喝一下吧，现在可能也就是偶尔喝一下。因为内蒙古这边啊，你只有大一点的那个城市啊它才有哦。当然呼伦贝尔是一个大城市哦，好多家店哦。先在这边坐一下，消耗一下时间。刚刚在那个学校的桥下面啊，坐了1个小时吧，然后到他们这边算是比较大的超市里面吧，来逛一下，看看有什么东西可以买的。好大的超市啊！就买了点日用品哦，买了一天的补给，也没敢多买。我现在要先去把睡袋拿回来啊，湿就湿吧，我挂在自行车后面，然后去找个露营地，我自己晒吧。感觉就放在风多一点的地方，还有这种阳光猛烈一点的地方吧。他那边我看了一下，早上就差不多已经晒不到了，2天左右就干了吧。最快的话，今天晚上就能干了。你看现在这个已经晒不到了，所以索性还是自己拿走吧。老板，那个我拿走了，我就把它这样挂在这儿吧。就这样挂着吧，不要碰到那里就行了，碰到一下就破了。好，现在去找露营地。我看到那里好像有卖西瓜的，去买个西瓜吧。
看山上。你好。这瓜怎么卖的？这瓜怎么卖的？3块。哎，7斤。这个是脆的还是沙的？这是脆的，这不能太沙的。啊，不是，我要脆的。啊，对，那就是。就是脆的是吧？没有沙的啊。我看到这有个很小很小的西瓜。你好，这西瓜怎么卖的？2块钱几。来一个小的。随便吃。就这个吧。就这瓜挺好，你要小的是吗？哎，就要一个就好。这瓜干二铁。绿皮火车，这里是海拉尔的公路客运总站。大概是需要翻3公里到4公里左右的大上坡吧，才能到我昨天来的那个地方。我昨天看到了那边有一个挺好的，就是没有凉亭。很漂亮哦，你看好多人在钓鱼啊。这么急的水，以我的技术我是绝对钓不来的，除非打路亚。看到了，就是前面。这个里面应该是荒废掉了，但是好像进不去。如果能进到里面那就完美了。你看有帐篷，有凉亭，你看那种中式建筑，你看。哦，车子是怎么进去的呢？哦，进不去。锁住了，还有人在这边。大概要爬1公里多的坡吧，好像那里是叫什么两圣山的那个旅游景区。如果没有的话，那我就到下面那个，你看蓝色的那个柱子那边一样，那个地方也可以露营。啊，歇会儿，歇会儿。到了到了，不过已经有房车在这边驻扎了。我先找个阴凉的地方。对，没错，就扎这儿吧，这还真挺好，你看。哎，可以可以，没有阴凉的地方。哇，这真的挺好哎！太阳下去的话，得好一会儿，好一会儿了。我先去前面看一下有没有厕所，有的话我打水，今天晚上也可以再洗一下澡了。这个地方好，它那个景区也是免费的。这上面我肯定是上不去的。哇，这里凉快。这个地方稍微阴凉一点啊，我把睡袋晾在这个里面，稍微晾一下吧。哎，就这儿，这个位置是最好的。
对，就放这儿，然后时不时的给它拍打几下就好了，应该能干吧，干不了今天晚上就要挨冻了，每隔10分钟左右就要把它拍打一下，这样加速鸭绒的，我不知道怎么说，反正就是增加它的蓬松度吧，这样效果好一点。如果你不这样拍打的话，它这个分散的蛋痕里面很难很难，就是快速的干的。趁着有空啊，把这个油给它添一下。我买的这次是干性的，之前买的是湿性的。现在是晚上时间的6点多了，下午时间6点多，这个晒的应该也差不多了，我刚刚翻了好几次了，然后我现在先去那边占个坑啊，这边越来越多的房车啊，还有床车，很多很多来了，我怕去晚了那个地方就没有了。还是有点潮，放那晒吧，还能晒个1个多小时吧。你看好多房车，后面还停了2辆房车，他们全都躲到树荫下面去了。那个地方我估计太阳的话，7点多应该就没有了。我现在已经从那边搬到这个地方来了，现在你看啊，太阳至少得要1个小时吧，才能没有这么猛烈啊。我先把帐篷搭起来，顺便也晾一下。那个地方我本来想来搭在那里的，那个地方马的那个尿味啊挺重的，应该是马在那边啊，附近还有马的那个奥利给啊，这个地方稍微好一点，你看，就搭在这儿吧，挺好的。那个地方人太多。好了，帐篷已经搭起来了，那个刚刚摸了一下，差不多了。在太阳下山前，我估计今天肯定是可以睡了，但摸起来还是有一点点的湿啊。没办法，明天早上的话，接着再晒，估计明天再晒个1个小时就差不多了。哎呀，香喷喷的。多好啊，今天啊就炒个牛肉年糕，这个是豆干青菜，然后还有这个鸡蛋，牛肉呢这个是牛肉啊，用这个炒，先煎个鸡蛋，姜蒜胡萝卜先给它爆香，给它火力，加入牛肉，
豆干。青菜，点不了了，加入年糕，把剩下的菜也放下去。然后再加入这个蛋，记住这个蛋啊，把它切丝的话会更好。刚刚加入了酱油、盐，还有味精，就是三样，其他的什么也没加。现在是晚上时间的9:50了吧，差10分钟就10点钟了。今天炒的比较晚啊，因为这个牛肉啊买过来，它切就切了我1个小时了，就是把那个牛肉，它里面有很多那个筋头巴脑啊，就不太好切，牛肉就切了1个小时了。然后今天这个菜呢炒了，就是这个炒年糕啊，花了我多少时间？就两个多小时吧才炒好。我记得是从六点半的时候差不多就开始炒，就慢慢炒慢慢炒，炒了2个多小时才炒，确实有点费时间。刚刚呢把所有的锅碗瓢盆都洗过了，然后用酒精也擦了一下，就等它干一下我就收进去了。今天啊也就从市里面出来吧，也没有骑多少的路啊，然后明天呢再回市里面吧，再去买一点补给，然后就离开海拉尔了，就正式的结束就是这一次的内蒙古之旅了，就要往新疆方向走了。当然内蒙古很大，我没有那么快就走出内蒙古，还是慢慢的从这边往新疆方向走了，到时候具体走哪一条路线的话就到时候再说了。好了，那么时候也不早了，我们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有喜欢老叶视频的，麻烦帮忙点个赞，再加个关注，谢谢了。明天同一时间，再见。